是一座福缘。人生最近来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庇圣公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感恩咱的朋友，真的是暗赞呐吼。咱若长吼，真正有记者伫遐咧甲咱采访的话吼，我相信讲吼，伫台湾全省吼，伫咱讲工作效率最好的慈天庇圣公的工作团队啊吼，精湛的团队，嘿呢。几千件的破品安尼吼，25分钟搞定安尼吼，全部甲你归位，甲你囥甲足好势，刷落去吼，连扫涂骹都拢甲你扫好啊！全体总动员啦吼，我按1000个赞、10000个赞，咱无娘的娘仔囝，真正是无输咱一般的团队，唔是讲道教吼，有的人讲道教放尿袂胶刷袂夹，无影啦吼。爱看讲咱人的心藏伫底啊吼，人的心若藏伫遮，我相信讲吼，拢甲当作是家己每一个人的付出，我相信绝对是让大家看得到的成果了吼。啊，这种的成果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吼。啊，今日个那后悠然悠然是安尼啦吼，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你孙杨书记呢？吼，没想用这对无尽的感恩来感恩大家，上天慈悲啦，吼，咱好的天气，啊，搁有一个风时啊，凉凉啊，咱圆满着咱这摆丁酉年秋节清闲济人普渡功德发挥，一切圆满，而且天气的配合，人气的配合，师兄师姐的配合。各位法师的配合，让梅香非常非常的感恩，感动到掉泪，真的，这一次的辛苦值得了吼。天恩师德，咱有感受到啊；天地人和，梅香也有感受到啊。真的感恩，再感恩，感恩各位辛苦了。我会多走冤枉路，在我的旅程中。我将会失去方向，让我真诚地向您说感恩，感恩，无尽的感恩，让我深深地向您说感恩。
让我深深地感恩，感恩无尽的感恩，无尽的感恩。就像这首歌《无尽的感恩》，就是梅香的心。因为只有两双手，没有你们就不能完成这么大这么大的盛会了哈。真的是无尽的感恩，真的有感呐哈。哦，萨那亚苏库那达卡那摩多库诺阿达那亚舍基摩多德那。好有所可能嘛，因是这个呢，按所有所因怎么的给那有所的，很多有啥蛮大个呢，阿些几多都奥那巴多个人是给那，好毛呢，有是个毛呢，蛮这个呢，哎呦，母娘慈悲，有是可能按什么的是看上天慈悲，哦，做奥也是给毛多个那一刹那，好呢，这个毛多奥多一刹，有是个奥毛呢是看，很多有是个嘛，安多个的兄弟姐妹慈悲，很多有做奥多也是给那哦。好也是给那安多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们是跟安多个的一起呢，还有是个奥念不是跟本殿给呢，还有是个奥像我们汉沙有所也是跟嘛安达那么三个同受恩典同体大悲。我们也是跟潘家的阿萨有所可能嘛达呢，还有这个的阿萨有所因那有达不个的阿萨哟。祈求世界和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阿摩三呢是肯诺，还有是国宝岛，安呢是肯，安诺也是干那不得干呢印度个诺，恐怕他安是肯呢又是肯诺，红丹嘛呢又受因生。再次感恩各位同道、各位法师、各位信众大德，感恩。祈愿，祈愿呢、啊？世界和平，无灾无难；祈愿众生平安，家庭圆满；祈愿大家道功精进，和谐社会。感恩再感恩。向大海学习，包容无数的雨下，奉献无私的爱，让受苦的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向大地学习，愿度一切众生，奉献无私的爱，让邪恶的阴霾重见光明，重见光明。让我们爱尽所有的
茫茫颠倒流，是你梦里的拉我一把。滚滚的大海中，有你不变的原力来唤醒我。在我的生命中，如果无你，我会行真济冤枉路。在我旅程当中，如果嘛那无恁，我将会失去着宝贵的方向。让我真心向恁讲一声感恩，感恩，无尽的感恩，让我深深的向你们说感恩。我们用无私奉献、包容，让受苦的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向大地学习忍辱一切众生，奉献无私的爱，让邪恶的阴霾重见光明，重见光明，让我们的爱尽所有的人能学习菩萨无私的奉献，祈愿众生吉祥。Om Mani Padme Hum， 祈愿世界和平，祈愿大家智慧光明，愿大家和乐融融。你们的无私奉献，母娘都有看到，天地恩师同色温点，感恩再感恩。你我希望都是尘世中的一股清流，我们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的淬炼，塑造出高雅的气质，就要看师兄师姐各位同道愿意光辉照大千，香烟缭绕达诸天，感恩龙天诸菩萨，感恩母娘，感恩东王天父，感恩三救苦天尊，感恩诸天神佛、诸天神圣，感恩再感恩。为什么每向这么感动？因为要做发挥进程呢？啊，都一个风台，一个风台，一个风台，一直报。啊，咱心护着900几个师兄师姐家庭，来参与着咱祭拜这个秋季功德法会。没想呢，诚心诚愿的求母娘慈悲，让我们风平浪静，无风无雨，来完成着咱900几户。这么多人的稳定，这么多人来参加着咱祭拜这个法会，一个小小的功德呢，有这么的辉煌，就是因为大家信任，因为你们的信任，对着咱的三清道祖、玉皇大天尊、三观大帝，对着咱的天父、天母、五庙，对着咱的菩萨，对着咱的三救苦天尊，对着咱所做的功德法会肯定，所以没想到压力。是压力在什么地方？就是压力在我希望把我们的法会能够承上天恩师德，让大家欢欢喜喜的把我们的法会做好，大家欢欢喜喜，发喜发喜充满，像咱要入电梯的时阵呢，哦，咱得咱的母娘的祝福。所以呢，咱呢希望讲，大家的恩典，大家对慈天必胜功的好，对于慈天必胜功的信任，没想呢一点一滴然后都会放在心头。真的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啦齁。所以咱入这个齁，咱的电梯的时阵，咱都一块欢迎回宫调圣贤，今生几合心有缘，拜母调圣心上人，心行事事得感应，念善福慧自显明，得庙自敏来护佑，如获至宝发喜归。是因为母娘甲
甲咱讲到这对祝福众生，所以呢，梅香还是呢，希望说能够把法会真的做到尽心力，尽我们自己的力量，鱼帮水，水帮鱼，然后因为大家的帮衬，因为大家付出，到今日去昨天必须叫我功德发挥，和我家己的灵山主呢，一道会安呢，讲到这个灵语来感恩上天，感恩诸天神圣的护持，然后和我将我这个大头已经放落来啊。我昨天呢8:30到9:00哦，拄好差不多内底看看拢差不多完满啦。那么呢，休息了，躺下去，一觉到天亮6:00，眼睛打开，迄就叫做啥？螺丝放灵呀吼！因咱螺丝呢，还佫加掉的时阵呢吼，咱就无多放松啦。吼，讲较简单的，有的人讲啊，你著佮食爱困药，会著困，无可能呢。头壳内底太侪物件，你佮讲食爱困药，伊嘛头你袂倒啦。其实昨天晚上，全部把工作做好了，躺下去一觉到6:00，迄就正讲真正的困。螺丝呐放灵，伊自然得放松了吼。其实，咱有带灵山的人，安眠药对咱来讲是无啥物功能了吼，是咱来家己也放松，真的把事情做好了，我们放松了，才会有这样的好睡啦，放松。所以今天的那个精气神真的很棒了吼。啊，咱每甲咱的道亲讲，就是讲，咱呐有参加吼，啊，就拜六做药参，就足侪人拢转来吼，排队伫遐咧吼，请天医院啦吼来到帮忙吼。家己有心愿的吼，厝内底有四大人有心愿，咱家己去天医院药参哦。啊，咱呢，吼，咱拜六就足侪人转来吼，转来吼，咱参加这天医院药参。那么昨呢？哦，看到那么多的团队，就是精湛的，我讲精湛的团队，大家呢吼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的完成了这一次的法会。梅香除了感恩，还是感恩，直接祝大家福生无量，福生无量，然后智慧无量，家庭幸福美满。如同咱即马咧听即段音乐啦吼，大家会当真正是用这种的心境来过日子啦吼，祝福大家国家呐国运昌隆啦，咱自然就安和乐利啦吼，家庭平安快乐。一对国家梅香最爱听的，因为能够放松心情，而且呢是一种在天上的天乐，天乐人人都可以顺着这对音乐的天波，这样你过那个日子，你敢不感觉很轻松的吗？很轻松。好，我们现在呢感恩啦，啊，我们说普遍一礼拜里面啊，就是讲，咱若是有来参加，啊，都拜五有来过，拜六有来过，那么无时间好来，那礼拜来过，那么咱阿袂请普遍的，那么咱一阵一分，一阵一分，然后你若要给阮寄，那么你甲服务人员讲，阮会甲你寄到府上。啊，你若讲我都要布施，那么我们会把它哦，在慈惠教养院，然后啊那个义林哦，义林咱一挂。即残障教养院，然后做第二次的慈悲，然后过来就是讲咱的家扶中心，然后
啊，这创世基金会啦，我们都会去做了哈。啊，伫这呢，啊，过来就咱啊，本境的一挂吼，咱讲低收入户啦，吼，低收入户，我们都会央托咱的警察人员，然后直接上个警察局啦，让警察局去分发了哈。啊，这就是吼，咱来甲咱的老弱无退等的咱这所谓属下属这恁的爱心吼，做第二次的慈悲啦哈，分享给啊咱这些较需要的人呢。来感恩了哈，今天喉咙还是不是说很适合讲很久了哈，我也别再讲伤久呢，讲伤久伊喉咙尾声都无去安尼吼，所以我们多听曲了哈。咱今麦来请咱的中段元帅来甲咱所有师兄师姐普照一下呢。中坛元帅，今麦要来讲一个聊斋故事啊！吼，哎，变换一下，好，大家呢无同款的心情，然后来，咱来听歌，耳孔鸟来加减啊听。咱今麦较早咧讲马帮，马帮呢？哦，像咧运迄个啥，较早的茶啊，咱有讲茶块里面吼，有咧讲着讲会再藏几啊十年啊，愈济年愈好诶。大家都嘛知影讲迄种诶叫做熟茶，
马帮呢是专门在运茶砖的。那么我一天呢，大家拢安尼人仰马翻，真的是太累了，太累了。这马帮的后边面呢吼，大家呢疲劳，但是后边又惊到一个，人讲修行人，修行人呢又带了一个年轻人呐、啊，也是跟着在修行。那么呢，大家呢拢足疲劳啊，所以呢看到一个所在呢蛮宽敞的。一只姜只马帮呢，马也当休困呢，人嘛也当休困呢吼。但是呢，因是干那看到宽宽啊，无注视着讲吼，啊，这个环境周围啦，就大家坐落来困的困啊。但是坐一时啊了，大家拢爬起来，一阵拢爬起来。那后边呢，这个修行人呢，抓着这个徒弟，伊嘛同款啊，看马帮休困落来，啊，伊嘛感觉脚酸啊，疲劳啊。那么伊嘛找着一个所在，这树啊来休困。一尊一尊啊吼，大家真爱躲在哦，你知吗？吐，我都底下休困，怎么会那么臭呢？哇，这臭气味啦，搁安尼安尼那像吼稀稀的这种臭味。这个时阵呢，大家再去讲哇，阿太安尼，而且原来这庙边呢吼。这个风口的所在有一阵风，为啊吹来，遐多有一匹马呢，死伫遐，当咧烂，当咧臭，当虫，当咧软安尼啦。大家看到呢，就开始安尼啊，讲好不容易呢，才找一个这么快的所在，会当让人马休困的所在，但是呢，却是臭甲未偏一安尼啦。都人提议讲啊，卖伫遮，卖伫遮，惊，重新搁找一个休困的所在。啊，大家就讲啊，伊讲唔过大家一路跋涉呢，浑身上下早已累得像散了架的似的，都刚才我拆一块一块安尼啦，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真正好的这个所在，要来喘一口气，哪会安尼，行来到这，竟然会这么衰，啊，就开始骂啊，啊哪会这衰安尼啦吼？为啥哪这衰？啊，就这个所在够有风有空气。所以去够臭哦，好遐马食，够这个风，吼够树啊卡，但是都敢若差这样，这个臭味就是无法度好闻，无法度无法度忍受安尼。但是吼、哦，大家吼、哦、任由他低估了，也没有人起身愿意挪步，因为太累了。蒙脸蒙眉，蒙脸蒙眉，鼻孔瞪咧放咧放咧安尼。这个时阵呢？就发现讲吼，伫迄个边啊咧休困遐，就惊过来一个修道人啊。后面一个少年人呢，吼啊，就惊我来甲这马帮讲啊。这师徒呢来到这个庙边呢，伊嘛知影啊，再就这个马就安尼臭甲会惊死人，是安怎因来甲惊喺庙边？迄庙边无个愈臭，大家呢感觉足奇怪，人大家是要闪较远咧。啊、为什么因两个师啊，师傅师啊，竟然呢去甲坐咧迄个死马边啊，就对啦。大家听看卖哦，人讲无感觉奇怪，迄只马死伫啊，是安怎？因伫啊这个风马的时阵呢吼，啊，大家呢无法度忍受，因两个竟然师傅师啊，带来去甲坐咧迄个死马边啊，平康满面地呢。但是这个徒弟啊，就甲这个啥，就足大声跟师傅讲啦，使的使的使，你都只好好啊休困，吼、哦，徒弟啊，我来去甲这只马赶走，嗯，啊，即嘛一挂吼、哦，这个马帮的这个人吼、哦，讲这装笑的，装笑的，哎、啊，马都死伫啊咧臭啊，暗嘛伫生虫啊呢，嗯，啥物叫因师傅讲你安心伫只坐，我甲这只马赶好走。啊，马明明就死啊！啊，是要安怎甲赶好走安尼啦？所以吼、哦，大家都一直笑啊，你知无？啊好，我来看你这个少年人吼，那、哦、个睁眼说瞎话，那有可能死马你还佫甲赶会走？啊，即嘛这个师傅就安尼啦吼，这个道长就安尼，头壳动了，讲此事就交代予你啊。啊！依然呢，底下闭目养神呐、啊，人就无感觉臭，人底下闭目养神。
微微点头啦，吼、哦，啊，就甲讲，安尼。于是呢，这少年人呢就徛起来，在这个寺庙的边啊呢，吼，双手念咒作法啦。如此良久了后呢，终于呢，这只寺庙呢，吼，慢慢呢，啊，才震动起来，你知无？然后突然间呢，一跃而起啦。向下方的方向呢，走了两里路左右呢，才又过呢重新呢吼，过趴倒伫迄个所在。安尼，那朋友听到这里听有啦吼，修道人是用道法，该依照而已啦，并不是讲迄只马真正会活，但是迄只马遐大只，你要叫人去甲碰，无人要去碰嘛。但是这个道人呢？吼、哦，伊就手呢吼，拗记啦，念咒做法呢，吼、哦，做了一刻久了后呢，终于这只马豆豆啊叮当，豆豆啊叮当，爬起来呢，一跃而起啦，向这个风的下面啦，啊，咱讲风头嘛，一直风头死的，即马一走到风头尾两里外远的左右呢，再个重新呢，个死伫遐，大家一直盯着这个年轻人呢、啊，吼、哦、啊！今麦伊敢真正把迄个尸马赶走去啊吗？吼、哦，大家都真惊吓，你知无？够可能世间有这个法？大家知影讲原来呢，吼、哦，看似平常的师徒两个人呢，伊确实呢用这个啥，使用着这个夺舍机法。所谓这夺舍法呢，有夺生，可夺死。啊，所以讲夺生不过是法师改变咱人啊，吼、哦，或者是动物的灵魂呐、啊。而且具体呢做法的时阵呢，仍然使用着做法的这个人或者是这个物也单片。所以呢，夺死呢，因为是死人嘛，死动物呢已经呢无这个单片，所以可以吼、哦、用了这个法，做了这个法了后，需要借助于家己的魂片来做法。就是讲，这个少年人用伊家己的魂啦、啊，用伊家己的魄啦、啊，吼、哦，投入在这只死的马的所在啦，吼、哦。伫做法了后呢，这法师呢需要认真去雕塑、修炼家己的心性，滋养家己的胆魄。安尼呢吼，伊才有法度呢，将伊拄只做法所做出的这法，伊用着伊家己的魂甲魄来借火这只马。这只马就如同活的同款，离开了两里外远呢。吼、哦，然后这个做法的道人呢，伊把伊的胆魄，搁再搁分别搁收倒转来，收倒转来了后呢，当然啦，马死啊嘛，人爱安怎好好啊来练用啦吼、哦。所以咱讲做法一直到今嘛，吼、哦，咱定咧讲刀飞外刀啦，这个就是咧讲术法，这个术法叫做夺舍法啦吼、哦，来。这个故事咱就讲到这，即马电话啦吼。嘿，师姐，你有什么事吗？3600500
何必等到不能动了才去珍惜每一步。你去数一数，你去想一想，你能活到多少数。恩恩和怨怨，是是与非非，还有什么烦恼不能放。人生苦又短，人间情更长，哪有功夫乱断肠。今嘛，所想听一段《数天数》，因为咱山顶的发射台啊，汹涌跳电啦吼，啊跳电呢，我们就没办法发射吼，啊所以电话滴滴响、滴滴响、滴滴响，拢是咧响听无啦吼，因为是听现场的，咱敢那范围伫岛南、虎尾、大拿，哦啊，过来就是讲伫咱岛内这方面安尼听有尔啦。因为是发咱家己吼电台的发射频率啊，无照着二尖迄个发射台，二尖迄个发射台向用停电啦，那就没办法发射啊吼。所以讲，今日咱节目呢，咱有存档啦，有节目存档。如果要重听，那我们明天就让存档直接再重播一次啊吼。因为吼。有真侪孙阿姐敲电话给咱电台服务人员讲啦吼，伊讲今日讲不完的故事，因无听到，啊那么无听到，咱用 FB 吼、哦，如果 FB 可以的话，没有的话，我们就从这边切割，然后再放在 YouTube 跟 FB 安尼。所以咱在讲修行人，伫三依命卜相，三依命卜相呢？就是在说什么，人现在可以说我们自己的分辨可以去帮助人。我们现在来说，你不要看每天在办事，我们有时在办事，我们拜一拜三拜五，我们基架嘛，基没落架，就是在说神没落基啦。啊，神没落基呢，那么我们要怎么知道对方有发生什么事，那么呢就如同啦，会去用到什么，会去动到每天的分辨，那么去动到每项的功力、哦、然后呢去跟圣庙呢、哦、直接去沟通。那么圣庙呢它、哦、是先天神啊，我们是后天嘛、啊、所以我们会动摇到我们自己的能量，然后呢你要替这个人去解决问题，我们要知道他什么问题，那么呢他我们的圣庙呢也用法将对方他的身体问题移来到我这个地方，伊伫我这个所在，我遮有法度知影伊啥物问题。啊，这个问题伊伫我遮了后呢，那么呢，吼、哦，代志办清楚了后，没想还要怎样？还要用我自己的方法去修复我自己。要若无这个人安怎，伊就走来我的身躯安怎，我的身躯就会知影安怎。那么这个知影安怎，是用我的什么？在我们平常时修炼的能量，还有是我们的魂魄去接受到伊。这个人没来，有的人是问老爸，有的人问老母，有的人问翁，有的人问子，子也没来，翁也没来，老爸也没来，老母也没来，那么要怎么问？当然啦，我就是说你观想哦，你要替这个人问，那么你要观想，观想的现在目前什么问题？哦、啊！你唔免讲话听，你观想就好。观想的即嘛，啥物问题？吼、哦，伊是伫个厝，还是伫病院？你观想，伊平常时的毛病是啥？你用观想的就好。观想了后，移转到我的身躯来，移转对我的身躯来的时阵，那么我就知影，我会甲讲。啊，你这问题是安怎？问题是安怎？啊，寺庙那是有派青草，吼、哦，还是派啥物？啊，啥物方法？啊，我就甲你讲。啊，你就照安尼方法去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办完，那每项照巧这个方面呢，跟咱今日要甲众生治，可比讲伊
人有艰苦，伊迄个艰苦，咱有法度甲出手，唔免食药啊。咱免哪甲出手，那当然是用凭用我们自己的单功嘛，去甲伊料理伊个问题。伊若如果讲是啥，如果讲伊本身伊都干那辛苦，吼、哦，所谓气未通，吼、哦、啊，这个脉，有个人是气未通，有个人是吼、哦，这个胸坎去压掉咧。有的人是有这个气喘，黑骨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遗传的，他的黑骨是什么散掉。有的人月来人无少本分啦，月来啊，因为热啉冰茶啦，或者是讲吼，啊去人讲啊买什么物件好食冰的物件，伊月来伊无禁，因即卖少年人啊，吼啊尤其是作业子中心，有的人嘛无咧讲禁，不该吃的他就吃了。然后这个细胞呢就产生，吼，因为黑骨是啥？是因为你一般的问题，甲你的遗传性的黑骨，还是你的气喘，你这是本来就有的，或者是以后才发生的。圣母他会跟你讲，你这爱用什么方法来医治？有的人都甲，咱都气甲拍喉通，脉甲拍迄个鬼，吼，这个咱常咧讲，咱现在讲七经八脉，七经八脉，这个脉。脉象有问题，你的气未通未过，你经过你甲处理，你也就好啊。像前回有一个在做读书啦，伊拢咧插这吼、個，咱这台湾料理快炒，这快炒一般吼，偌、哦、济快炒一般偌济迄种快炒，伊伫遐所在咧担任读书，伊大概呐，真正人家足济拜六礼拜的时阵他就会出问题。为什么？咱内底拢种油烟呐，过来就是啥？过来就是，吼、哦，紧张啦，差袂赴人家紧张啦，吼、哦，过来油烟多啦，吼、哦，这个、空气对流无够啦，有时啊面青顺顺啦，吼、哦，啊就较紧的用要昏啊，啊就爱上病院，上病院检查你佫无啥物毛病，啊你佫艰苦病痛，啊这个问题要安怎？啊伊就问啊问圣庙啊，啊圣庙当然会移过来我这边嘛，啊胸坎嘛窄。喘气喘袂起来啊！那圣庙就讲啊，这你可以啊，你可以哦，啊我可以，我都爱甲医啊，那我甲医，我医唔免食药啊，哦，我甲医唔免食药啊，但是啊会堪一疼安尼尔，所谓气脉甲拍拍好通，诶、欸，我问讲啊，即马喘气安怎？嗯，很顺畅，很不错。我讲小弟加啉寡。透早爬起来，300cc至500cc。暗时要睏，同款爱啉。吼、哦，啊，你若阁有这种情形，你再来给我处理，处理几摆，处理两摆，那都拢唔捌过来啊。因老爸来，我就甲问，啊，恁后生即马是换头路啊？是，伊讲无啊，他有换头路。嗯，啊，无即马那遮久无来相催。嗯，伊讲啊，都我师哥处理你的。嗯，啊，即马都拢顺顺啊。啊，你咧甲讲啊，讲叫我爱去夹个啥？吼、哦，你有叫伊去夹中药啊？吼、哦，食啥？开胸利剂啊！平常时啊，滚水加啉寡。吼、哦，啊，若休困的时阵来，烫车卡去外口。吼、哦，啊，到树啊卡呀，透早爬去树啊卡呀，大吸大呼吐纳，安尼就好伊啊！哎，较早定定咧挂急诊，定咧弄医生，啊，医生开的药都拢无效。这是杜家梅香咧讲的吼、哦，这个法。什么叫做法？得舍法，夺下法。现在四马家己会爬起来，会走到两公里外，然后再佫拍落。就运用啥？运用这个道林呢？伊的蛋皮，吼、哦，用伊的粉皮去做这只马，安尼互伊离开迄个所在。啊，你讲修行人，敢真正有法度讲抓人捧碗？吼、哦，较早人咧讲抓人捧碗，吼、哦，啊是讲啥？迄、那个是法。古早的法，有的人甲即马拢无传呐，因为惊啥，啊，就师傅拢会变师傅啊，所以好法拢无传，吼、哦，啊，无是安那有这个啥武戒法，武戒法是啥？就是讲这个人的寿元，吼、哦，该到伊的过关年的时阵呐，你要用武戒法去甲看运呐，你甲看运了后，这个人多做一挂善事功德啦，自然呐，伊即运。吼、哦，人讲如果是死运呐，这个运砍掉了后，伊后壁面你搁多做功德，同款呢会更加活了十多年啦。为什么安尼？啊，这个武戒法上传呢，
强主牙团的，哦，强主牙法，强主牙所团的，所以咱的功夫结法，像咱即马咧解这些来用抓人替身，这抓人替身囡有36关煞，这个36关煞16岁进前你都是爱个这一关呐，哦，啊，这个囡仔内底伊的命关，咱一般的看命拢是会晓看，会晓看啥，会晓看讲啊四条，看个看暗中袂晓看，暗中就是啥？暗中就是看这个囡仔因果，在伊的因果内底面，伊内底面有掺杂着伊的四条内底相形相生、五行相克，这你若袂晓算，你干会晓算赔，那么这个囡仔你个好个命，绝对是利利落落啦。为啥利利落落？你茫看过咱的命，咱的命是做咱的天格，就是咱姓啥，迄袂改进。你姓王就姓王，姓林就姓林，咪叫天格。在咱的人格、地格时阵，就是两好两字啊，好三字的。你爱看伊的中温、下温呐。中温就是少年要拼事业的温，下温就是老人叫做老家温。这个、老人有老好命，袂老好命，看伫后边迄字啊，后边迄字。所以咱会晓讲好的，甲袂晓讲好的，差天甲地啊！啊，你找到老师，还是找到唔是的老师，真正袂晓好命的老师，干那也要讲提钱的老师，爱看你好歹运啊！但是吼、哦，性命有禁止我一项啦，袂使讲拜命盘，嘛禁止我讲好命啦。为什么？伊讲爱留一挂工课用做啦，你袂使头工包甲尾。所以有个人讲啊，梅香师姐，你会使来甲看阮家的风，诶，这个吼，这个厝的风位无？啊，我要来安一个新位，要创啥？我拢会甲讲，阮寺庙你也偏有三个杯就对，你有偏有三个杯，有稳准，我就对去啦。啊，你若甲跋杯跋无歹势，我就无出门啊。为啥我无出门？唔是我搞呢，是阮寺庙这师傅搞。我若出门，因绝对是会伫边啊。我在做什么，伊拢知影。但是你要甲博甲有杯，叫我去甲你恁家看处场啦，去恁家甲你敲一个神明位啦，啊是要看恁家有神啊无神啊，吼、哦、啊要看恁的公妈有安怎无安怎嘛？我来讲，那无阮性命因顺，我是绝对袂出门的。吼、哦、啊，这发什么人甲我教？我伫闭关三拜的时阵，拢是心诚神天的来教。所以我平常时我无咧看，我无咧看阳什么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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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吼、哦，我无咧看这啦，吼、哦，所以讲，某人甲我讲的一句话啦，伊讲，甲咱有缘的众生，你虽然救赎，虽然道种各修心嘛，是安怎讲？虽然道种各修心，因为你随着你的因缘来度这个众生，你都爱去感觉讲世间人为什么会苦？虽然道种各修心呢，世间人现在跟那个有这个因果，这个业力，该是前世所为嘛？你敢袂使替担因果吗？啊，你既然袂使替担因果，这个工课可办还是不可办？你家己爱量力而为啦。哦，量力而为，意思就讲，你哪敢答应人，啊，你就爱硬担，担得起你才得通啦，担袂起你就唔通，叫做量力而为。所以有的人囡仔生生讲啊，美香师姐，拜托你甲好者，我歹势呢。这有足侪老师在讲好，你就去找老师好。张老师嘛足够好个呀、啊，老师足够好，足好个老师足侪啦。好、啊，你招老师，你叫老师甲你好。啊，你若袂信任，我来，你提来名证提来，我甲你看一遍。可以，我就甲你讲可以，甲你尿起来，好、哦，安尼就好啊。但是我绝对无要甲你动你个名证。为什么？因为这圣庙要甲我教的时阵，伫咧闭关的时阵，伊要教我这的时阵，伊就讲啊，地主你袂使插伤济哦。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因果伫咧。来哦，这个父母出世，伊是报恩还是报怨？吼、哦，还是互相伫要来圆满的？这拢有一个因果的段落伫咧哦。你绝对袂使介入众生的因果，你会使甲讲，但是袂使去甲参与啦。我有甲信庙讲，我地主了解啊，吼、哦、地主了解，所以你会感觉讲，哎，梅香师姐是安怎奈，拢唔捌出去，你甲人看啥？我唔是唔捌，捌，但是一定爱阮信庙温存。人讲积善人家必有后福嘛，甲信庙会答应的，就表示啥？就表示讲你
是兴盛积德之家，靠帮忙的，伊就该帮忙啊。好啊，唔是咩想去给你帮忙，是圣庙，伊是领玉旨的，是圣庙派我才有出门，圣庙无派我就无出门。好，这就是咧讲咱人为什么，吼，搁较敖，咱也无法度去担人众生的因果。所以咱讲道人爱修个啥，修行人，今仔日你若是一个出家人，伊是无咧动济啦。出家人就讲时时是好日啦，日日是好时啊。出家人无咧讲济啦，吼、哦、啊！你都只要礼拜拜六都听我教啊。为什么？伊就甲你讲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啊，那道教伊唔安尼讲啊。道教人讲话做啥物？风度节日嘛，吼、哦、啊！今日既然是这个历法是用阳历为准，那么伊就去看这个气。咱一年有24个节气，这个节气是为对开始，伊是对这咧算的，绝对唔是咧为这个啥，唔是咧为这个吼。咱讲啊，今日个日子好啊，歹甲掀起。我咧讲，今日日子足好个，你掀的是日子足好个，在先天来讲，伊法轮无转呐。啊，既然法轮无转，你后天的肉眼看到红哦，拢红鱼个红泡泡，但是个法轮都无转。咱看古历啊。但是真正的历法是咧看国力的呢，是看国力为准哦。所以咱在讲吼，咱现在三年的一轮好歹的教轮，吼、哦，咱有真济。所以咱讲法，你一定爱捌。啊，咱若要做一个修道人，要修爱修哦，去，唔好修个半南下。吼、哦，修个哪捌哪唔捌，啊，拢要去共派人爱创啥，派人爱创啥，也那无就是啥。人啊，你做法会加减啊，遐共看，遐共看，看看上翕翕的。灵工伊就要共派人讲，啊，你嘛爱安尼做，你唔着看咱姜有领这个灵智无？咱唔看咱有够做这个工课，这绝对唔是安尼。吼、哦，法爱家己学，用爱用伫个适用，适时天顶地利嘛。你无天时无加地利，你是要哪去兴化？要哪去做这个工课？所以讲不结法也好啦，夺舍法也好啦，一道教来讲是足重视啥？足重视，吼、哦，咱讲良日积尘啦，足重视这啦。为什么？这确实有的物件，咱袂使去甲好管。新的卖阁说，旧的绝对唔通变。啊，咱若要学，咱就爱学起，老师拜学着，甲学起，咱要帮助人，咱才袂讲帮到忙啊。啊！你若讲帮到忙，那就越帮越忙。有的人是安那，风水乌鬼也变啊，内底个囡仔阁袂乖。有的人干那安尼，安尼倒超鬼也改啊，是安那内底面拢种神拢无在，为虾米？是爱看咱家己啊。所以吼、哦，今日个虽然啦吼，讲发泄无远啦，明天呢，我会叫伊阁重播，吼、哦，希望讲咱的朋友啦吼。哦对咱的节目支持跟爱护，真的有你们真好啦。愿意跟所讲一切功德，可用所兄弟姊妹世世安稳常发喜，消冤解结心清净，身体健康在难敌，家安如意事业顺，得主合尽功名成，所求事项皆如愿，身亡超生转安乐，法界众生得离苦，一切断尽善因，今世回开福缘缘，无量寿佛太上感应，无量慈悲，感恩无量，无量感恩，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平安。会记得哦，普遍一礼拜来，爱来再等，讲青青啊，吼，都要再等去啊，吼。啊，咱过来就是吼，会甲分赠啦，吼，全部甲送哦，低收入户过来就是残障教养院啦，吼。啊，过来就是吼家扶中心啦，吼。再一次的感恩咱的孙阿叔姐，感恩大家，再见，拜拜。